英國時間晚上八點零左右，咁啊，我好少做咁密嘅 ，OK， 咁因為依單就突發，咁啊，所以即係除咗大家俾多啲打賞同 like 啦，咁我就閒話休提啦。依一單嘢係好，我只能講好得人嘅。咁啊，記得 HKETO 案裏邊有個第三被告就係前皇家海軍陸戰隊隊員嚟嘅。咁今日咧就泰晤士河谷嘅警察咧就公布，就喺個公園嗰度咧就發現咗依位皇家海軍陸戰隊隊員嘅屍體，咁啊暫時死因不明，我估要等驗屍報告先至知道究竟佢確實死因係乜嘢，因為究竟係毒殺啊，佢自己自殺啊，定係用其他原因就唔知嘅，依家就乜嘢都唔知。咁大家佢系保釋期間啦，而且佢24號咧就要提堂審嘅佢嗰單案，即係嗰單協助外國，即係違反英國國家安全法2023年嗰件事咧，就應該 suppose 就好快審。但係呢個國家安全法嘅聆訊開始之前，即係案都未提。提堂都未提，咁啊俾人無啦啦唔見咗。咁老實講，你大家都知道共產黨最叻講咩噶，咩人最守得秘密啊？咁梗係死人守得秘密啊！所以呢單嘢雖然暫時未有任何表面證據顯示呢單嘢係一單謀殺案，但係呢單嘢我相信大家都估到係邊個做噶。正常嚟講就點啊？我諗喂大佬嗰單嘢。如果佢自己嗰個第三被告自爆做污點證人，應該一般都會獲得減刑甚至特赦。你做控方定人嘛，減刑或者特赦好正常啊。依個刑罪安排嘅依個係，或者刑期扣減 whatever， 你不提證供起訴，可有好多種玩法噶嘛？大家都知依啲玩法就冚緊我國家個差唔多嘅。照計就冇乜嗱，雖然咧，根據傳媒報道咧，就係嘅，單案嘅檢察官咧係反對個保釋嘅，個理由就話，因為依個人曾經嘗試過自殺，咁啊，所以咧就為咗避免佢自殺咧，就反對佢保釋，即係應該還押監房看管，點啊，確保佢嘅安全。咁但係咧，嗰陣時個法官咧就冇批准。冇以呢個理由咧批准呢個繼續還押嘅，咁啊批准咗保釋令。咁依家佢保釋咗出嚟之後咧，就嚟單咁嘅嘢啦。即係以後同佢案件會唔會仲有保釋令咧？我就睇嚟好難講啊，因為你安全不受保障，跟住隨時你喺外面會俾人鋸啊嘛，係咪先？跟住袁崇彪同佢個老友依金積金鋪點算咧？咩收數依家收到收唔到科依家，係咪先？你諗下收數騎呢，收數你話收出交 OK？咁啊！你话之前做嗰啲衰嘢被炒喎，但系依家似乎如果搞到收交啫，冇话收出人命啊嘛，大佬！我哋依家系收到俾人买起啊嘛，话大佬，如果我系袁崇彪，脚都软，我哋眼看都边埋，大佬收条数啫，收到俾人买起。唔係啊，即係佢肯定要你，即係點啊？你唔好爆大鑊啊！咁啊，叭叭叭咁，但係你唔爆大鑊。如果英國政府有多證供，即係證供證據確鑿，或者甚至可能涉及更大鑊嘅嘢嘅話，就我估就唔係咁睇啊。我估唔係咁簡單啊！我估佢到時袁崇彪應該咩好重飛啊？應該即係我唔排除袁崇彪之後又有其他案件加控嘅話。他不是坐十四屋的，我想他这样坐法的话，我估计 他都预定 他在监狱完成他的退休生活的。我想机会都不小，你现在玩到这么尽，是不是？你玩到大佬，你最初我收到英国时间大概5:09的，我收到通，即是那时候我做 live。你知唔知？跟住我做完 live 之後，我收到個通知話有人做暗咗，佢都暗咗。我最初都唔信我，有冇咁間諜片啊，大佬？你知依個情節就好間諜片，好海會啲間諜片
嗰啲情節噶嘛，大佬，即係荷里活電影啊，大家就 this movie is movie 係咪先？咁但係哇，呢、這個香港 ETO 啫，唔係咩間諜組織，唔係 KGB 話，大佬，唔係 SSB 話 ，HKETO 而家變咗咩啊？東廠啊，西廠啊，外廠啊，定錦衣衞？錦衣衞啊！哇，不過玩到咁啊，玩到越人暗有，哇！成單嘢唔同喎、啊。呢單嘢收唔到科，暗一暗法反而收唔到科。我唔知點收科，英國政府亦都唔點收科。我估英國政府之前美國政府質捽佢噶嘛，話你對香港事務唔夠強硬啊嘛，冇預期咁強硬啊嘛。今次唔硬都唔得啦，今次唔硬嘅話就點啊？美國逼你硬，大有理由。即係 HKETO 玩到咁盡係咪先？你一單嘢，美國啲國會議員一定攞嚟講，唔使我。美國國會議員本來想點啊？等到單 case 上 court 審先至慢慢做低香港嗰三間，即係毀美國嗰三間美國香港 ETO 啊！依家唔使啦，依家可以就地做低得嘅，好啲事依時。越真係越大鑊越快鑊，真係。依家個問題係咧 ，HKETO 個職能。我睇嚟呢三條騎呢友咧，唔止係幫人代客收數啊，監視和貫衝呢啲咁低水平嘅嘢咯。因為如果係嗰位英奸係被毒殺嘅話，毒殺咧就唔係中國嘅玩法嚟嘅，玩毒就一定係 Russian 嘅。咁係咪當中涉及 Putin 咧？如果依單嘢涉及 Russia 嘅話，就我可以講全歐洲嘅香港 ETO 都睇嚟都唔使 operate 落去噶，即係你濫用緊外交特權幫 Russian 進行可能係一啲更多 intelligence gathering 或一啲 technology smuggling 嘅活動。如果係嘅話，就好大劑喎。你話 technology smuggling 點做？冇嘢噶，你喺英國嗰啲地方可能某有啲零件採購唔到 ，OK。咁但係你中國太陽啊嘛，中國你知中國使館啲官員，因為外交郵包不能拆閲啫。咁但係實際實體係，咁 HKETO 睇過唔起眼嘛。咁你可能就點啊 ？HKETO 負責買嗰啲嘢之後咧，佢外交郵包或者收翻嗰啲咧相關嘅嘢，可能咧就由香港負責運。而且仲有一樣嘢就係香港人過俄羅斯仲容易過一般中國人，因為 SAR passport 係 visa free 噶嘛 ，visa free 你咁啊外交郵包，跟住再佢可能喺Schengen somewhere， 可能佢哈爾辛基落腳，我嘅佢哈爾辛基落腳之後，然後佢經 Ukraine border 過俄羅斯境外喺聖彼得堡落課唔出奇啊！呢個最有可能路線嚟嘅呢個。因為依家 EU 未實施 exit entry system 啊嘛，就近排咬得最犀嘅 Gibraltar 嗰單嘢，其中嘅原因就係因為十月要行 exit entry exit system 啊嘛，所有你經神經波打嗰啲出入記錄都要喺度啊嘛，所以點解有啲英國人就趕住嗰個，即係如果叫經常出入波打嘅話，就要趕住嗰度 resident permit 啊嘛，因為有 resident permit 就唔使登記啊嘛。你冇 resident permit 嘅話就要登記嘛，每次大佬你都喺個 kiosk 嗰度，你話 border kiosk 嗰度做，你話留低 biometric 嘅 data 啊嘛，即係留低指紋啊，指紋你依家歐洲係唔使指紋噶嘛，係 manual 噶嘛，以後就成個歐洲嘅歐陸個 border 就統一咁滯啊嘛，基本上 Schengen area。所以依家英國咁樣探慢板喺 Schengen area 嘅嗰個即係點樣直煲頭問題或者香港問題上探慢板，歐洲會引佢我哋咁解嘛？但係依個 off topic 啊，依個你諗下，如果你香港班友將啲嘢 smuggling， 係佢用外交郵件、外交郵包不得拆閲，因為領事保護嗰個不得拆閲，又將啲嘢運過去，你有咩結果？我話表面上去即係可能香港嘅一個經貿辦歐盟嘅，或者去 somewhere， 實際上嗰條友就帶啲嘢入去，甚至可能嗰個外交郵包可能化整為零之後，總之佢有好多種奇形怪狀嘅方法啊。
呢、這個唔止咁簡單，即係換言之，有人應該係知得多嘢，知得多就俾人滅咗口。SKETO 做嘅嘢似乎真係好有可疑喎，而家。之前咧，仲之前都覺得呢班友仔特步戇鳩嚟嘅，就話 OK， 特步戇 J 啲 friend，OK，Johnny English 嘅 friend 嘅話 ，John 咁啊，特步戇 online 啊嘛，即係嚟過，即係你話香港多個情報部門叫 ONI 啊嘛 ，OK， 依家唔似 ONI 喎，純粹係，究竟呢班契弟玩緊乜嚟㗎？呢單嘢會影響香港嘅聲國際聲譽嘅嚴重，大佬，你依家玩到咁有啊光環喎，對上一次喺民主國家玩過咁有用嘅國民黨，喺民主國家殺咗個美國公民江宜良，咪依家後來咪出事咯。蔣家最後要點啊？蔣家王朝係嗰陣時終結噶嘛，蔣經國不得傳位俾佢嘅仔啊嘛。依、這個就係台灣民主化其中一個原因嚟噶嘛，就係、是、江岩啊玩出交啊嘛，班友我調查嗰班友玩到過曬火啊嘛，大佬咁做暗人都得嘅，喺美國影都做暗人咯。你話江宜良，你話江岩啊，你引阿江岩咁啊離開。美國翻台灣再做暗佢都或者未有問題啊！大佬你直接喺美國暗友你癲嘅，大佬你當美國係老幾啊？咁咪出事啊！但係當然江岩望之後，譬如嗰啲遺孀嗰啲是是非非嗰啲就好鬼 juicy 嗰啲花生嘢，我就唔講啊！嗰個好鬼花生嘅嗰啲情嗰啲老人嗰啲黃昏戀嗰啲啊，真係好鬼花生嘅喎！嗰個就我費事講嘅嗰啲啊。呢單嘢好麻煩。呢單嘢英國政府冇可能算數嘅。英國政府，我話聽，聽日一定有 urgent call 噶。你仲要你依家咁有時間，你聽 Wednesday 啊，阿哥 PM call， 你 PM call， 你 PM call， 你嚟擠咁嘅嘢，咁大家十問 Prime Minister， 你搞乜啊依家？喂，十問嘅喎，佢話截咗嘅 PM call。喂，呢單嘢咁 urgent， 你 urgent 要 call 又得，你一定要 minister 一定要做 statement 噶。Prime Minister 你咁大鑊，你 Prime Minister 你唔做 statement， 喂大佬點負責啊？喂話就話你新偉成叫新躺平啫，但問題你呢單嘢要問責噶嘛，依單阿哥，大佬嘅英國公民喺英國領土俾人做冧咗啊！涉及間諜案嗰啲咩案？啲咩嘅呢啲？你仲要唔係華裔英國公民 ？O K， 今次係白種英國公民 ，O K，technical 你咁啊！任何喺中國做生意得過個中國政府嗰啲人咧，我話知你乜嘢皮膚、乜嘢膚色、乜嘢，你啲話習近平睇你唔順眼就可以做咁嘅，所以我好少無啦啦過英國噶，有原因噶，大佬我你咁啊，你話？點解攞住英國公民護照都唔成日過英國啊？大佬，我住英國公民護照，我奉旨要過英國噶，朋友，唔係啊，係咪先？即係我又唔係好似某啲人咁樣啊，幾個月一次 visa run 係咪？我去加拿大 visa run 啊，玩 visa run 啊，我又未去到呢個位啊嘛嚇。咁呢單嘢。好大劑喎！呢啲惡鬥現場，唔係同你講笑喎。英國朝野係冇辦法唔可當呢件事冇到嘅，因為你呢單嘢，你英國領草咁有啊哥。咁啲話阿習近平都喺英國，阿普京都試過喺英國領草咁有。習近平喺唔係普京喺英國領草咁有嘅，你諗嗰啲即係 SSB。講句難聽啲，就是、英國間諜系統外控，唔係俄國間諜系統外控。喂，大家都點啊？樂於見到就點啊？你普京自己鋸走你自己啲人 ，OK fine 冇問題。今次唔係啊嘛，今次英國係告緊人噶嘛，英國告緊人嗰時，突然間個呢條友消失，係咪先？即係當然你話英國警方需唔需要問責咁啊？當然 of course 要啦。但你唔會俾你大大佬呢條消失喂，咁樣點啊？你挑戰英國嘅 sovereignty 啊？你 Brexiter 成日話咁啊 ，Gibraltar 問題上面話同呢個 Spanish 妥協嘅話係點啊？係即係喺 Schengen 問題，即係 Gibraltar Schengen 個問題 ，Schengen border check 嘅問題咯，同西班牙妥協嘅話就點啊？有損主權啊嘛，因為
有根據嗰、那個、那個協議咧，就係Gibraltar 同西班牙之間唔會再有 border 啊嘛。個 border 機就移咗入去，就個 external border 就擺咗去 Gibraltar Airport 啊嘛。跟住就同時有 Gibraltar Airport 同埋即係 Gibraltar 同埋西班牙或者係未必西班牙嘅，可能 EU 分 EU border 組織嘅官員去 check 個 border。咁其實英國入咗個組織噶嘛，英國係可以英國中央政府派官員得咯，即係用 EU 嘅身份嚟 Home Office 嘅人，咁你冇 solve 啲 problem 啊，係咪先？但係你知 Brexit 噶嚇。Bill Cash 嗰啲叫 stubborn 到爆嘅，我眼中都係 Bill Cash。你咁啊，個名咁屎位，有 Bill 有 Cash 啊，係 Sir Bill Cash。喂，大佬，你依家如果你咁，你 Gibraltar 單嘢叫做有損英國主權係咪先？即係你喺食你話 Eurostar 個車站有派個 police 喺度點啊？喺度做 border check， 穿緊 border check 都係有損英國主權。咁你依單係咩？呢單乜嘢話俾我聽？呢單大鑊十幾倍喎，超喎！呢單真係越大鑊越快喎，我呢單。你英國政府、英國領土咁有喎，大佬你唔使查，我先。你話啲人可能即係話 commit suicide 啫 ？I don't think so。呢單嘢就算邊個有咁啊，邊個指使佢呢單嘢？系咪先？你喂，大佬呢单嘢冇人算数嘅呢单，同埋你个好多人好危险嘅，你都知噶，睇惯中国新闻都知咩被自杀啊、躲猫猫啊嗰啲离奇嘅声音多得是啦、啊。咩你知啊？成日你咁啊，我成日都要发表。我谂我如果为保安厂，可能点啊？每日都要发表呢个点啊？呢个就系我唔会被自杀声明先，我系唔会自杀嘅。Okay， 如果我無啦啦 commit suicide 就有人被自殺嘅，定係即係謀殺案嚟嘅呢個，即係咪要搞咁啊？中國呢啲被自殺呢啲嘢太多啦，呢單嘢呢啲中國共你諗下幾黑強呢啲信唔信佢係心臟病啊 ？L 咩夜神月啊？你黑強個死因都奇怪怪啦、啊。習近平中意玩呢啲唔奇，或者可能涉及俄羅斯咁，你知？普京最中意用乜嘅？用毒噶嘛，所以依家就死因系乜嘢就好关键啦，系用系毒死啊定咩就唔知啦，系咪先？呢一单嘢，所以话呢单嘢越嚟越大镬啊，唔系大家谂咁简单，系一单骑嘅间谍案咩？特务 ONI 噶，唔系呢啲啊，而系真系出咗事啊！但嘢香港 HKETO 工人，三分鐘 HKETO 所有嗰啲成員咧要驅逐出境啊！即係如果為咗平呢個民憤，因為你全部列為不受歡迎嘅民憤，又請嗰啲出咯，唔出奇噶。你因為你仲列佢為受，你仲以為佢海外島英國工作室，你諗下最初呢單案嗰三個人被拉嗰時，英國警方就話依個唔會對英國公眾嘅安全構成威脅啊！問題就係依家 HKETO 變咗公眾安全威脅啊！係咪先？我點知你 HKETO 下次玩乜嘢啊？今次就公然暗友係咪先？下次隨時就點啊？當街當巷暗友嘅有乜出奇啊？係咪先？搞到十月圍城咁層，我新個電影咁啊！你打 X 鑊係咪先？唔得噶嘛，大佬！依家你仲離譜過孫中山個單啊！孫中山個單已經好離譜噶，依家仲離嗰個孫中山個單係黐線嘅咩？所以你話你話 HKETO 依單嘢係大鑊到嚇死你，所以你話生活成日冇得唔回應，冇可能唔回應，冇可能啲 Brexit 都唔放過你啊！你依咁嘅玩法，但係嗰啲 Brexit 好尷尬嘅，我聽突然間我話哦，我暗咗喎，殺條死咗喎，暗咗喎，跟住啊～暗咗，系啊，条友死咗喎，好衬，瓜咗好衬嘅喎，送俾人送咗一程嘅喎，跟住你想点啊？呢单越嚟越，所以话呢单越嚟越大镬，越大镬越快喎，真系大镬嗰一个点啊，冇得唔理啊，收伟成唔理嘅，佢系咁先，所以我话个香港局势会直接加速噶，你玩到咁，你逼你，你話 push the prime minister into the corner， 佢冇得唔做嘢，
如果我最后我一定要做嘢，手信制裁要噶 ，close shut down 个 HKETO 要噶 ，BNO 平权要噶，系咪先？甚至可能要有一啲更特殊嘅 Visa 计划啦，去令到啲流亡海外手足得到安全啦。使唔使一个流亡海外手足嘅一个 protection scheme 啦 ？OK， 因为有部分就可能变咗 Visa 入境，咁都系变 BC 噶，但有部分可能纯 BC 都会纯 BC 都会出事噶嘛。即系我唔好讲我有几冲突啊，我就喺德国啊，冇问题就几话其他人，可能我住 BC， 系咪先？可能鬼嗰啲羊白皮肤嘅，好似维安士咁啊。大佬佢系 BC 啊，佢系羊，佢系羊人啊。依家你咁啊，习近平暗有无分种族噶，无分种族肤色啊。国籍啊，总之佢要暗就暗啊，佢想暗就暗啊，佢随心所欲嘅，完全黐线嘅嘢。咁系咪有啲保护计划咧？系咪要有咧？即系你话，当台湾宣布制裁五个时事评论员嗰时，台湾警方第一时间问李正浩：你需唔需要揾我哋派人跟住你做保镖？已经系咁问啦，即系使唔使我派个警员跟住你啊？24小时。咁当然李正浩话唔使，但系。李正浩都话佢都 feel 到有问题，如果依家习近平咁样搞法咧，暗佢暗有无极限嘅话，哇大佬，暗有无极限嘅话，有咩人？我唔会认为我系最危险嘅，但系似乎有啲人就好危险咯，喺英国又好或者加拿大回一样好危险咧，呢个就一个好大问题啊！而家習近平似乎冇乜外性，已經冇外性到點啊？哇！仲叫你啲流亡慢慢去點啊？慢慢差教人格謀殺，唔使啦，唔使人格謀殺，依家玩物理謀殺，人格謀殺嫌太慢，物理謀殺先夠快。哇！好得人驚，你諗清楚，我未見到咁兇險嘅嘢咯。即係當然，你會唔會咁樣係咁香港局勢加速到？俾人制裁，俾人乜嘢斷鬼曬同西方嘅關係，跟住經濟直接暗盪，或者直接封關咩？我唔知啊！依家劉正成日批評我講啲嘢好誇張啊嘛，情節誇張啊嘛。我想問依家個位英國俾人暗有誇唔誇張啊？依家現實死咗啊！你話未死啊？你揾個真人俾我睇啊！黐線啊！呢單嘢～你以为我讲嗰啲系夸张啊？依家似乎有啲嘢现实比我讲嘅更夸张啊！呢个先查啊，完黐线噶！所以我奉劝各位啊，呢啲咁疯狂嘅局势啊，早走早着。你唔知道下一步玩乜？你唔知道习近平下一步点样激嬲全世界？你唔知道。既然你唔知咧，就唔好赌，赌嚟冇乜意思。Okay， 冇乜嘢值得你赌嘅，冇乜人生冇乜嘢值得攞你自己条命嚟赌嘅。由佢依家呢个时候，局势可能变得好快，可能恶化非常之快，因为你而家明白点解我讲佢嘅习近平嘅白卡平，有冇依个有冇咁黐线啊？个世界有冇咁癫丧啊？问题就系咁癫丧，唔系我作噶，就系白卡平呢、這个我谂系。中國政治常識而已啊！咁多嘅嘛，的習你話的啊，習胡錦濤出去，你話李克強無啦啦變，你話心臟麻痹，攞咩啲嘢未有噶？或者咁啊？呢一集講到呢度，咁啊下一集就香港時間中午嘅，我唔知做咩黐線嘢未講。但真系呢个世界远超我想象，我谂呢个世界唔再系我能力可以理解嘅事情。睇下点啊！我觉得真系呢个世界已经癫到，你自己慢慢谂啊。黄世泽讲啲系咪黐线啊？究竟边个黐线啊？咁我讲到呢度，记得俾小弟打赏啊 ，QR code 啊，或者经银行啊，或者经我条 link 啊，或者系咯。咁我讲到呢度先。